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我收到了一个这么大这么沉的包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个事儿就要从几天前说起。前些日子我的 B 站到了10万粉，于是呢我就发了这样一个动态，问问大家想要什么样的10万粉福利。结果置顶的评论竟是这样一条离奇的评论，我左思右想，这也不是就不能够，于是我就买了这么个玩意儿。这玩意儿是给人用的吗？我试试，先感受一下。哎呦，他跑！不行，眼冒金星，我脑袋上面都是金星老师。30度，挑战一下30度。挑战一下30度。今天有什么感想？我现在，哪儿都是蒙蒙的，我眼前的金星老师更多。大家好，我是刀刀红的弟弟刀刀方啊。为什么我今天叫刀刀方呢？因为我今天脑袋变方了。今天直接45度湿。这机器本来是干嘛的？就是让你倒立的。为什么要让我倒立呢？窗外的景色真美好，又有花儿又有草。今天刀刀风在这里给表演一个倒一倒。哎，今天来试一试有实物的演练。想想辙，来吧，我们把鼓换了一个角度。对对，再试试。再试试。哎，这可以。不过，你愣是把它弄出了一种击鼓鸣冤的感觉。好吧，来吧，我再今天先试一试。你还行，装上弦儿可以。滚奏都能打，你打个1分钟滚奏。来一个渐强渐弱。稍微有点难打，主要是因为我平常那个下唇用重力嘛，现在是我也不知道我是反重力还是怎么动的，我自己看不出来啊，感觉稍微有点难打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双装你也能打，单装是不能。双跳啊，可以，双跳也没问题，都可以。经过我艰苦卓绝的练习，今天终于可以给大家带来我的10万粉福利视频了。今天给大家录点什么呢？咱们来一个小军鼓的演奏啊，配的是拉威尔的《高歪罗》这个曲子。下面我们就开始了。这次的粉丝福利视频就是倒立打鼓了，感谢大家一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希望大家能持续支持我的频道啊，也非常希望和大家相聚在下一个粉丝福利视频，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提更多的有意思但是靠谱的想法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放下了怎么样啊媳妇儿，别跟那儿拍了。